信。在这里静静等你，没有你迷失了我自己，在这里狠狠想你。好，换一首呗。行。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不想你，一个人的时候只是怕想你，一个人的时候只是下起雨了。跑调了。跑了吗？跑了。行吧。太难听了。你去河北省的几个城市跑一跑，把咱们公司所有的快递点呢接洽一下，以后这个省的所有的货物统计报备都归你管，给你提到货物总管。谢谢主任。啊，抓紧时间吧，票都订好了，争取在一周之内呢给落实，好吧？好。许哥年轻有为，好好干。主任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先走了。等珊珊啊。他给天天上课去了，估计半夜才能回来呢。你还是回去吧，要让我妈看见你又该生气了。谢谢你的提醒。那你可不可以见到珊珊的时候跟她说一声，我要出差一周，她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。行，我转告她吧。走了。谢谢。给小孩上课了啊？今天不用上，停课一天，正好我回来复习一下模拟考试。小姨没在啊？出去了。哦，啊，不吃了，我不吃了，我先回屋了。嗯，你那情圣来过了。情圣？什么情圣啊？刘什么来着呢？啊，他呀，别提他了，闹矛盾了。没有，你别老对人家这样，人要真跑了，到时候你该后悔了。他不是我男朋友。而且我的未来世界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嘿，你怎么那么认真啊？我就逗你玩的。不过人是真来过了，走了。人说要出去出差一个星期，让你有事儿打给他。啊，谢谢啊。客气。我那出去一趟。你干嘛去啊？
外面下雨呢。刘学刚那花园，那露天花园，我走了啊。哎，你别被淋着了。我有伞。你在哪里啊，三先生？我在外面呢。这么大的雨，你在外面？你在哪里啊？我来接你吧。好，谢谢你。一会儿我告诉您地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魏小姐，好了吗？啊，好了。向总，请您去喝茶。哦。向先生。哦，魏老师，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您啊，今天实在不好意思。不用跟我这么客气，来，快点坐，来喝杯热茶，否则会感冒的。哎，来来来来，没事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谢谢。魏老师，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还出去呢？你要干嘛去？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，那我就不问了。要约魏老师很难的，没想到是这样见面。今天谢谢您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哈，没事。来，我喜欢喝普洱，它细腻醇香，来尝尝。虽然我不太懂茶，但是我觉得很好喝。魏老师啊，找到你我就省心多了。甜甜这个孩子现在是越来越开心乐观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。您别那么客气，其实我也很喜欢甜甜的，而且我觉得在您家当家教真的很开心。真的？嗯。哎，甜甜最近还有没有闹着要找妈妈？最近没有，挺正常的。哦，如果你能教到他长大成人，那就更好了。干嘛呀？跑来迎接我呀？小可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没有，我手机可能没电了吧？你先别回家。你妈又给你找了一男的，比上次那小青还不如呢，娘娘腔，简直一个，还有洁癖。我给他倒了一杯茶，他擦来擦去，擦了1800多回。赶快走吧，一点都不合适。那这边你帮我盯着啊，我找地方充电，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走吧走吧走吧，别回来啊，给你电话。
这是镇海茶家吗？啊，是，你是朝哥的朋友吧？嗯，我看你有点面熟。上次你和朝哥一起坐我的车，还记得吧？哦，想起来了。那您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个后来朝哥不是又坐过几次车吗？我们俩熟了，变成朋友了。今儿我来他们家串门。哦，你要不要也先来坐？他不在家啊？啊，他这会儿不在，他去楼底收衣服去了。兴许等会儿就回来了吧。那我上去找他吧。哎，别，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去不安全。要不您先来坐会儿吧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哎，那个，您坐。嗯，没关系。我给您烧点水，倒点茶去。别忙了。没事，都是朝哥的朋友，大家也都是自己人，甭客气。您坐啊，来看杂志。嗯，谢谢啊。你想办法把他给我稳住啊！那个我马上到，别露馅啊！我说你在平台收衣服呢，我在平台晾了衣服。你来我家的时候，你先把衣服收了，再来我家。你快点，时间长了我怕我绷不住。行，明白了。好嘞。您喝水，您放这儿啊。哎，谢谢您。您喝。哎，没事。他这儿一直都这么乱啊。这儿啊，他那个平时忙嘛，不是啊，然后没女朋友，也没人帮他收拾，单身，所以你就这样。这不是借口，还是不爱干净。对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就是今儿收拾干净了，他明儿还得乱。那个，您先坐会儿，我方便一下。好。哎，没事，您不用管我。哎，我先走了。别，您再坐一会儿呗，喝点茶。好像一时半会也回不来，我去找找他吧。您一个人去不安全。哎，喂，超哥，他去楼底平台了。我不让你稳住了他吗？我劝不住啊。走别的楼道啊，千万别走我家这边的楼道。要是撞见他了，就全眼砸了。我知道了。
收衣服呢吗？谢谢，小李已经把衣服收下去了。骗谁呢？人上厕所呢。他真给收下去了，我就是上来溜达溜达，锻炼锻炼身体。说说吧，你这么晚了找我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手机没电了，看你那有没有充电器。啊，充会儿电，是给机器充电呀，还是来给人充电呀？你猜？我猜那肯定是给人充电呗。说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非得找我聊？我妈又给我找一人相亲。神话告诉我说那人娘娘腔还洁癖也特恶心，让我出来躲会儿。正好我手机没电了，上你那儿充会儿电。等那人一走，神话还得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呢。哦，听明白了，就是说没地儿躲了啊，非得躲我这儿来是吧？怎么就一下想到非要躲我这儿来呢？我这不是没什么人脉，只认识你吗？哎，我吧给你出一招啊，这招一出呢，你们家那些乱七八糟来相亲的，在你们家就全都消失了。你呀，就跟你妈来硬的，你妈就一点招都没有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就跟你妈说，你呢，就看上我了，然后呢，就非我不嫁了。就知道你说不出什么好话来。那你是不是上次我去你们家冒充你男朋友，被你妈识破，然后你妈一生气？帮着你回家了就啊！哎，刘星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有口袋，借你口袋用一下。那我现在也想许愿，怎么办啊？好了，我这愿望都没许成。那下次有流星的时候，我把我的口袋借给你。那这次你看在我借你口袋的份上，你是不是得告诉我你许了什么愿啊？那不能说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其实你不说吧，我也知道你许什么了。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许的让马省南早点回来？这叫心有灵犀。其实你心里想着别的男孩的时候吧，我都能感觉到。你信不信？想知道答案吗？当然想了。这样吧，咱们玩一个游戏，你要是能赢的话呢，我就告诉你。行，谁怕谁啊？好，那咱们来玩躲猫猫，你数到十下，然后开始找我。要能找着我的话，我就告诉你。你说的。行。闭眼啊！看那边。别耍赖啊！行行行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人呢？小可。那女孩走了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啊，你以后能不能把你们家收拾干净点啊？刚才那女孩已经收拾差不多了，挺干净的。你不收拾屋子，你不爱干净，那也不能有损我形象啊。我不收拾屋子，怎么能有损你的形象呢？嘿，人家认为现在这是我们家，你明白吗？你想人女孩
能跟一那么邋遢男的在一起谈恋爱吗？那我不知道他今儿要来啊。我要知道他今天要来，我肯定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。我跟你说，行吧，下午为例啊。行。哎，超哥，那个我就觉得，你追女孩为什么要装穷啊？哎呦，你懂什么呀？真是，哎，不是，这就走了，你不坐会儿啊？跟你睡啊？慢点啊。妈，还要不睡啊？行啊，都会骗人了，跟外人活起活来骗你妈，把你妈整得跟个傻子似的。你高兴了是吧，邓小可？行，你有你的主张，但是我也有我的一定之规。咱们走着瞧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谢我呀？必须请你吃饭大餐。就一顿饭？说说吧，一晚上上哪儿去了？不是没地儿待吗？去镇海潮那待了会儿。你们，哎，我今天晚上看到流星了，我还许愿呢。许什么愿啊？你猜猜。现在应该不是什么让旅程早点回来那种愿望。不是吧？我要是你，我早不要他了。他凭什么浪费我的大好青春呢？女人最宝贵的就这几年，难怪你妈担心你，我都担心你，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哎，邓小可，跟你说话呢，听着呢。真是多重要的问题呢，浪费时间，浪费生命，真是。你觉得这种风格怎么样？简约还温馨，怎么样？怎么了？你是等旅程回来直接就布置新房了？哎，你们，你和郑海潮到底？哎呦，那你和旅程，你脑子里到底什么呀？你和他们两个，我就看看哪个好。哎，你帮我参谋一下。那他们两个哪个好呀？你好。怎么想的呀？你现在啊？凭什么告诉你啊？闺蜜呀。闺蜜，那个老那个什么什么啊什么啊啊！哎呀，我看我说怎么讨厌？你跟郑海潮到底怎么样？怎么回事？一会儿这个人，一会儿那个人的。哎，你先帮我参谋一下，你觉得这种灰色调的好，还是这种蓝色的好？红色的婚房是最好的。等你结婚，我给你布置上红色的。跟我说说，是郑海潮的婚房还是李晨的婚房？我就看一眼，我想把我的房间布置一下。那你参谋，你房间你说了算嘛？你们俩今天晚到底干嘛了呀？孤男寡女，我们在天台上看流星，各看各的。哎呦，我天台好浪漫呀！我这是没地儿待才去的。亲娘又要给我妈找。那你给我汇报一下吧，具体的每个细节。什么细节？你不告诉我，叫人了？叫谁啊？阿姨，阿姨，这给我妈喊来了。哎，你给我说说呗，怎么样？没怎么样。阿姨。不是，爷爷怎么这样？我不看了还不行吗？我大姐，您看啊，这个呢是总费用，然后送货上门呢，我们是免费的，
老板，那麻烦您那个让您的工人帮我把墙刷一下，费用到时候我跟您一块结，您看行？行行，回头让两工人给您干了就行了。好嘞，然后咱们再一块结，好嘞，到时候我把钱给他们也行，是吧？行行行，好。哎哎，那俩人你们好好给干啊，听没有？谢谢你啊。哎，好，行行，再见啊。花儿，花儿，走，咱俩出去一趟。去哪儿啊？去地坛。去地坛干嘛？那有个特大的相亲会，那去看看。那我去干嘛呀？傻子，你去干嘛？你去正当防卫。咱都看看那个你们小可，看看去。阿姨，小可和吕晨人家不太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啊？你们现在不都单身吗？那是咱自由。去，那拿包。拿包。你说啊，这事儿保密啊。哎，两位师傅，这边来，进去吧。啊，好。辛苦你们了啊。啊，不客气。来，麻烦你们俩把这个先抬出去。啊，好。行。这墙壁一会儿都得刷一遍啊。好的。把那边弄了吧。啊。叔叔阿姨，哎，欢迎您参加伊利古利多的相亲大会。哎，哎，呦我天哪！您好，阿姨。哎，你还给水喝呀？哎呦，这个真热闹啊！我跟你讲话，早就该来了。谢谢。知道吗？下次我跟你讲，带小可，您好，一起来，好不好？你今天把眼睛睁大点，给我好好看着啊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把他们全电倒，对，放电。您好，那个这登记哈、都需要什么手续啊？您先填个表，再领个牌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么简单，填表填表，先填表，填填，领个这玩意儿就能行了是吧？贴在前胸上，贴贴这儿。好，行，谢谢。哎呀，你这么大岁数大的，那就是爹妈带儿女来相亲的，现在不就这样的呀？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啊，就是不好找，好找哪能爹妈齐出动呢？是吧？我这年轻的咋都像歪瓜裂枣呢？好的身上这儿怎么找啊？哎，怎么不你不都来了吗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讨厌！赶紧的，看着点儿，别白来呀，是吧？瞅瞅这上面的都能看，瞅瞅人家什么，没准儿我跟你讲，有时候你叔说也对，缘分呐、就在那一瞬间呐、不知道谁嘎就看上了，是吧？瞅瞅这个女娃娃，那是太漂亮了，你看看这个过头，这个长相，看上去气质高雅，长相脱俗，一看就具有很丰富的阅历与。内涵。你儿子什么条件呢？1.88米的大过头，哎，他现在在美国都拿了绿卡了，绿卡了。这两年呢，也有不少人为我介绍，我一个都没看上。我很想与您接触。你要跟他结婚，不要太矮哟。你到那里很快也能拿到绿卡的哟。可我今天遇见您，我突然有一种如沐春风，如
你哪里都好，就是太瘦了。你跟他在一起，很快给你养壮的哦。如逢甘霖。对，如逢甘霖的感觉。就是他具体是干什么工作的？他是厨师，挣的可是不少。请问您今年，芳龄？问你多大年龄？我是问您。问我？哎，这位女士，请留步。哎呀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不好意思，您是不是已经有了意中人了？有了也没有关系嘛，我们可以公平竞争啊，狭路相逢勇者胜嘛。我跟您实话实说，我呢是个有文化啊、有地位、爱生活的人啊。你看我在我们单位，我也管着100多号人呢啊。我有老公啊，你看你一直跟着，真是有老公啊，有老公，您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呢？谁规定这地儿有老公就不能来呀？啊，您可以来，可是您有老公为什么带着单女呢？干嘛呢？这是啊，什么单不单的？这是啥单呢？单女啊，单女就是单身女人嘛。妈呀，这意思啊？您带着单身女人到这儿来，您让我费了这么多口舌，哎呀，浪费我这么多的感情，您这不是拿我打岔吗？我没有招您呢。妹，您没招我，真对不起先生，我招您了好吗？我错了，我不知道这是这意思，我是带女儿来相亲的，真是对不起您了。对不起就完了吗？对不起还不行？那你的意思怎么还告我呀？因为这事还能告我上法院去啊？我啥罪名啊？我怎么着您了？这不您主动吗？您一个劲儿的这，我就推都推不开。那我跟您说，先生，您这条件好，就像您说的爱生活，你还管着那么多人，你不是一般人，去找你肯定能找着中意的。祝您成功好吗？您太让我受伤了。我受伤了。现在都这样了，年轻时候得啥样？我跟你讲，追我那人不说人山人海吧，乌泱乌泱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是看出来了吗？看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人多有意思！花儿啊，今天这事儿你给阿姨证明，我对你叔叔咋样，绝对终身不二，守身如玉啊！如玉，如玉。阿姨，你放心，说实话了，我今天一定跟叔叔说，说你为他守身如玉，你的光荣事迹拒绝了，臭你我！大白天说鬼话呢！真的，你过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家除了咱俩和上次来家里找你那女孩，没第四个人来过。啊！超哥，你看，不是你看这墙也刷了，这沙发、桌子都变了。这儿，超哥，那还放张纸条。你看看，
房子不管大小，就算是一个人，就算是住一天，也是自己的家，收拾干净了，看着也舒服。美好的一天，先从整洁的家开始吧。好了，为了防止你再次忘交电费，家里忽然会停电，我亲手做了一个烛台送你，在你遇到黑暗时，希望它能够给你带去光明。房子什么时候到期啊？我这房子下个月就到期了，我正准备续租呢。我帮你租一地儿，这房子我租了。你租了？嗯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为什么呀？人这房子是给谁装修的呀？你觉得弄成这样，你再住才合适吗？我明白了，这房子就是来找你那女孩装的吧，超哥。还真别说，那女孩还真挺能干的，难怪你对她这么上心呢。怎么了你？哎呦！笑啥呀你？笑我太有魅力。我瞅瞅哪儿好，没看出来。哎呦，你咋的？你这半夜睡觉吧，睡觉啊，别再笑了。哎呀，这给我笑懵了，你笑什么呀你？有病吧你？行了行了，哎呀妈呀，睡觉睡觉睡觉，别笑。我一想那景儿，睡不着觉了。哎呀妈，我一想那景儿，太可爱了。行了，别睡。哎呀妈，老公啊，你哪辈子修来的福啊！你干什么你？你给我笑的，笑劲儿都给我挠起来了，你。干什么呀你？你是走？这你告诉我，怎么回事啊？就不告诉你。是笑是笑，哎呀，这一好意，打死也不说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，老公啊！哎呀，不行，我还控制不住，哎呀，起来吧你！哎呀妈，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。不是你可笑，是我可笑，不是是那个可笑，哪个可笑？不是他可笑。哎呦，不行！神经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神经了，神经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睡睡。中邪了吧你？你妈不让我跟你说。你不说你也别光搁我这儿乐呀。哎呀，抽筋了。今天你妈，我去那个相亲大会，想给咱俩相个亲，结果没完了是吧你？结果一男的相中你妈了。